两分钟，舍脂肪陪君子。这个时候就觉得吃个火锅是最直接的，挺好的。我带了清汤，也带了那个麻辣。我们吃麻辣，静姐吃清汤的肯定。静姐有番茄火锅的，还有严选牛肝菌的。番茄，番茄，我喜欢番茄，番茄配啤酒。配啤酒，火锅是不会凉的，永远都是热的。火锅，火锅，美味，开心。您的海底捞服务人员来了，我是那旁边那个海底捞，不是有那个？对对对，歌舞表演，哪里？Get ready for it. Get ready for it.还挺炫的啊，